我这两周末身边了是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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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两周末身边了
头咬了一口，就被变食人了。哎，昨晚做梦。你说明二爸他咱爸太固执，不听话。老磨了，大爷，这个整个大人爸爸都变异了，知道吗？就和食人是一样，牙齿啊那样。就是拿起害怕，你爸说了。后来过段时间，慢慢变异，我就把它好点了。这样怎么？不是给三毛他没看我半眼，我阿叔要吐水。哦。就好东西别乱碰。就是不能碰。不能碰。我们也不碰碰，我看。我的女儿啊，到哪都这样。有的旅游地方，那瓷器摆那看，你摸了。啊，对啊。你摸了，你不买，都不行。那摇晃就叫到。对呀、啊，他把。摇晃就叫到。这现在很很少很多，现在很少了。现在小餐去那路边面，吃好嘞，好方便。老子可以。